嗨，大家好。这次的影片是要告诉大家我申请合作玩家的经过，还有我曾经 promise 要讲的秘密。会这么说，就代表我的申请已经通过了。第一，在前几天寄信给我，大意就是说我们接受你的合作伙伴申请。当我们在合作伙伴页面更新上你的资料之后，会再寄一封信通知你其他细节，然后刮胡，有望在接下来的2周以内。再等2个礼拜，蛮符合第一的风格，所以我现在就在等官方更新他们的页面。那先从我申请的当下开始说吧，申请要填一些基本资料，本名啊、地址啊之类的。那有一行是 "Anything else you want to share with us"，翻成中文就是"你有什么其他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吗？"我看到的当下是想说，应该写一些自我介绍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就开了 Word，然后写一整页的英文自我介绍。然后当我写完之后，要复制贴上进去，我发现那栏有字数上限，所以我写了一整页的东西，大概被卡掉，只剩下五分之一还是六分之一放得进去。其实我的英文没有很好，我又想写得正式一点，所以特地去查资料来写。然后我就写了一整个晚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的英文很烂，又不想花时间写英文自我介绍，那你应该先去确定人家让你的内容可以放多少字。好，总之申请合作玩家这件事，我还有特地在网络上查过有没有其他人的心得，想要当做参考啦，结果是都没有看到，所以我就做了这次的分享，让以后要申请的人可以查得到。那填完资料送出申请之后，就只能等。我是每天会打开电子信箱看一次。其实送出申请的当下，他有写说会在10个工作天以内回应。那我是收到申请过的回应啊，所以没申请过不知道会不会有回应。我收到信的时候好像已经过了9个工作天了，所以不到最后一天都还有可能。那我不但英文不好，还不会画画。你知道合作玩家会有自己的复印吗？如果让我自己画的话，我的复印就会像小鸡吃米图那样。那我也准备好我的初稿了。如果这个复印可以上，我也觉得蛮有特色的。到时候再告诉你们结果吧。那接下来要讲的是大概1年还是快2年前的事了。反正这已经没有办法用了，所以讲出来应该也没关系。你就当做我在讲故事就好了。如果那段期间你有注意过交易屏，那你应该会注意到有人在收无图牛这种东西，就是收除了种图以外的所有犀牛部件。当时犀牛种图是很贵的金部件。之所以有这件事，是因为这段时间你在开无尽任务的遗物的时候，有一个规律在。这个规律可以让你能看出来所有在场的玩家会出现金银铜哪个颜色的部件。所以只要有遗物，你就可以在轮到你出金的时候必定开到那一张犀牛种图。听起来很荒谬吧？我曾经针对开遗物的系统做了统计，那结果就是像画面上被我用红框圈起来的地方一样有规律性，而且同场的规律是一样的。也因为这样，你完全可以预测出下一个是轮到谁开金或银色的部件出来。还有很多细节，像是什么时候要放光辉遗物，我就不多说了，因为现在也没办法用。那因为当初交易屏有这个现象，所以一定有人知道我说的这件事。这绝对不是玄学，而是千真万确设计上的漏洞。这个东西在资料结构上很像柱列的形式，就直接从这张图看吧。之所以说很像，是因为像前面讲的，它有规律性。而且同场有相同的规律，用柱列来解释的话，就是我把遗物会开到的颜色全部读出来，分配给1、2、3、4号玩家。当新资料放进柱列的时候，旧资料就会往前推，然后再读一次，当做开奖的结果。讲到这边，你应该知道它的运作规则是怎样子的，刚好符合先前说的规律性。好像变电脑课。最后，当你理解我说的东西之后，再看一次我的统计。应该就知道我是怎么样画出规律了。那总之这个东西已经没有用了，所以就当作我在讲故事就好。我会拿出来分享是因为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也是我当初做过花最多时间的研究。所以研究游戏机制有没有用，我想是有用的。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会希望对游戏有更深的理解。你应该听过有什么金车或连金之类的，因为有些东西你只是感觉起来有这么一回事，
但没有经过研究和分析，都还是不确定的。为了确定这件事，就必须得挖掘更深层的东西。啊，好啦，那这次的影片到这边结束咯，因为合作玩家的申请已经过了，那我就可以在结尾加上自我介绍了。当初没有自我介绍，是因为我在想说会不会官方因为我的 ID 就不让我过审，那到时候我要改 ID 跟自我介绍好像也蛮奇怪的，所以就一直没有做自我介绍。那我是 Koma Pride，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点订阅按钮，想收到出片即时通知也可以按一下小铃铛。感谢你的收看，大家再见。